为华人社区服务了27年的太平医疗网，不单止提供医学讲座和各式各样的会员活动，更提供多项额外的福利给会员。近期洛杉矶地区的60多位家庭医生决定集体加入太平医疗网的经营和服务团队，为社区提供一个更完善的医疗组织。在宣告记者会中，新的董事会成员代表王维、李本宏、曾陈慧思、赖恩明、朱宏仁以及曾凡烟等人表达了太平的经营理念、目标和服务品质。现在最重要的一个改变是，这个医疗网是由全部的医生来一起组合的。我们差不多有60多个医生，而且主要是这个地区的家庭医生。那这些医生都很多病人，他平时都很照顾病人。但是我们觉得说，我们假如说可以亲力亲为，什么事情都可以 involve， 就是可以替病人着想的话，那我们需要跟一个医疗网有很密切的合作。我们做很多预防的治疗，还有注射预防针。那另外呢，假如病人需要转诊的话，我们也很愿意帮助他找到最适合的医生。太平医疗网资深的健保经验，加上新团队医生们以病人的福祉为先行医理念，相信可以在未来数十年持续维护大家的健康，提供完善的医疗照顾给社区和每个家庭。如果你有红蓝卡需要加入奇英保健，或者需要转换健保计划，太平医疗网的奇英健保专家会协助你。咨询电话1888-888-7472。天下卫视王赛罗基文采访报道。